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企鹅。那么这部影片呢，是来带大家打这个水灵诀。那我那时候在想，因为我其实有发过一部水灵影片嘛，那我就在思考啊，其实苏莱塔已经很稳了嘛，那我就在想，会不会稳到我可以闭眼睛过？哎，没错，又是我们的这个五条鹅计划哦。好，那这次呢，我主要会用声音听，然后手不手的话，我基本上 QB 跳得起来嘛，帕克白银之星比较难一点。然后这是我第三次录开头，我前面死两次，第一次到 B 死，第二次到王二，那我们就来看。好，那一样衣服，我没有眼罩，所以我用衣服。那衣服的话材质是这样啦，就是冬天穿的这种长袖，还蛮厚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绑起来哈。OK， 等我一下哈。好，开头跟大家讲解一下，这个衣服很厚啦，所以你会看到我一直在点手机。等一下，没绑好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这样哈，绑起来，绑起来。等一下，好像没绑好，不够紧，不够紧。好好好，这样。哦，有点紧，有点紧，有紧有紧。好，那就开始吧，各位。好，这边的话就因为第一手嘛，所以这个拉一下习惯的角度。毕竟我也是水滴极允，有肌肉记忆。自己讲好，然后靠北，我没有记到那个奈特梅亚的顺序。奈特梅亚不知道2P还是3P啊，等下这有点尴尬。好，没关系哦。好，随便。这是这是这几 P 啊？我奈特放，这是反射吧？这应该是反射的声音吧？没有，那这是奈特吗？等，这不是，这是贯通的声音。这是反射声吗？看一下。所以我奈特美亚是3P。好，奈特美亚3P为什么要记这个啊？原因是因为啊，我们等一下进版的时候，这个蛮重要的，我要记顺序。好，这是第四栋哦，所以是4P。那我等一下就是一直重复念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必须确认我奈特美亚的这个就是顺序啊。B2 ，nice， 好。啊，其实我刚刚打过打两次经验是啊，这个 B1 基本上是蛮轻松的。好，一批，好，记住我跟我大家一起念，一批。好，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一直在念啊，可能30分钟。好，完了完了，旁边有救护车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这边鼠塞，然后 B2 就轻松一点啦。为什么？3P， 我们是不是有人被关厕所啊？不然怎么会这样？不然刚刚不应该是那个声音啊？奇怪。好像是撞到小天使哦，因为那个声音怪怪的。那个不是听到啪的声音。你们知道怪物弹珠啊？反射或贯通杀人的时候，那个声音会不一样，会有一个咚，就是清脆的咚声吧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会有个清脆的咚声。哦，我觉得不能，我好像得45度，45度，不然我感觉都没杀到人啊，感觉一直撞小天使，你知道吗？感觉不太妙哦。哦，杀到人，杀到人，很好，只是不知道杀到谁。B3 OK B3 nice。 好， B3 我记一下配置。 B3 是四只小怪嘛，然后加一只狗。好，有杀到人吗？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的光子就这样慢慢消耗嘛。配合加速应该是很轻松的。杀到人吗？好像没有，但我好像要打到狗，因为我好像听到吸雷射的声音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传染物吗？
哦，杀到杀杀，哎，杀到两只吗？哎，三只吗？两只还是三只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有两只吧，因为听到咚咚两，就刚好听到蛮多声音的。好，传染物吗 ？OK。好，贯通奈特梅亚，好像有撞到天使的感觉哦。我刚刚是往右边打，对不对？所以天使现在应该是左边，所以继续右边打。好，有杀到人吗？好，还没离开 B3 哦。哎，那狗好像快爆了耶，那狗应该会快爆了吧？如果我现在没收掉，应该会死吗？我不知道。哇嘞，有点危险啊！哎，哦，我听到小天使跳掉了，是 B4 吗？哦 ，B4 ，OK， 好，好，然后 B4 是配置是长，我你想一下 ，B4 配置是上面一只嘛，然后左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随便啊，啊，哦，哎 ，nice， 我们第一个就杀到，哎，赞，好，水哦，我们有杀到一只，不错。等一下，我没有气奈特美亚攻击力啊，有点尴尬啊！这是奈特美亚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记，因为等一下这个狗需要加工啊，你这个不加工其实蛮危险的，我必须讲。然后我不知道杀哪边，所以哦，那听起来很痛哎。好，那我还没按转嘛，所以这边的话就这样好了。哦、好像也没杀到人呢，哇嘞，没有杀到小怪，只有刚刚第一个有打到呢。哇，尴尬哦！杀到！碎！好，这边记得，这边是奈特米亚的下一栋，然后是奈特米亚的下两栋，所以对，好下两栋，然后下三栋，这是下三栋，然后等一下这栋打完，我们就要开奈特米亚去加攻击力，好，一样随机应变。这边就求个能卡紧吧，能卡紧最好了，拜托了，卡个紧的吧，求你了，用求的。好，这边是要加工，因为你这边不加工很危险。点，哦，点到，好，拜托，一定要加到奈特美啊，拜托，我要听到那个诱爆声，拜托。哎呦呦，我有听到炸弹投掷的声音，碎。代表我们加到工，只是不知道加几个。好，这边一样。卡舍，啊，是，我们进到 B5， 我们进到 B5， 哈哈哈哈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是，杀到人了，不知道杀到谁。OK， 很赞，很棒。好，这边的话一样就随机中吧。有杀到人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哇嘞，我感觉我捡很多光子哎、欸，但怎么没杀到人？奇怪。真的假的？暗转？真的假的啊？暗转？太扯，太快，这么快啊？这么快的吗？贯通洞，哦，杀到啊！这边的杀应该是那个时钟啦，因为那个时钟很好杀啊。那个时钟嘛，打抓个羊，不好意思，抓个羊啊，避险一下，抓个羊啊，鼻子很痒，你知道吗？这衣服可能要洗一下。好像没有听到那个怎么讲，升房的降房，我不知道，随便。这卡是卡什么？这是卡死吗？有卡死吗？觉得好像要开个 SS 以防万一耶，说实话。等一下 ，SS， 手机在这边。有开。
好 ，SS 先 B 五角格可以 ，B 五角格可以接受吧 ？B 五角格还 OK 吧？啊，这没办法，真的只能开啊！哦哦哦哦，两倍自强化加奈特 ，OK， 王冠了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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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笑死，好，好，然后。王一是长什么样子？王一，哎、欸，王一长什么样子啊？等一下我想一下，王一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王一是，哎、欸，看王一右上嘛，然后左边两个嘛，啊，所以这样应该胜率比较高一点。哦，是，哎、欸，说，哎、欸，干嘛？有技版面配置一定有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干掉一只啊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小看这干掉一只、欸，哎，这干掉一只，我们闭眼打又不是那个。那么神对不对？我们先干掉一只，我们路径上光子就不会被分散掉啊。而且我们还不会吃传染物，这有差。好，这边的话就，其实我不知道角色在哪哎、欸。好，这样，好好讲屁话，阿辉闭眼睛，但不知道角色在哪。啊，这边只能祈祷光子都给我多一点啦、啊，也只能这样啦、啊。好，契丹。哇，好像没有杀到人呢、欸，有点尴尬。嗯？怎么没有传物？降防吗？诶、欸，我怎么听到？相房，哎、欸，还是这是小天使啊？我不确定。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哦，杀到，哎、欸，散，不错，好，然后王一，我记得天使在右边，然后两个时钟嘛，所以我们这样好了，刚滑错了，好。我们奈特应该转好了、欸，我们 B 四开嘛，然后 B 五到王应该有奈特。到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确认一件事情，我手机拿这样，然后，等一下，完蛋，我，哎、欸，我奈特放几批啊？靠腰，我奈特放几批啊？应该要差不多要加工了啦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二，这应该是二 P 吧？刚刚点的感觉应该是二 P， 哦，奈特应该有 SS， 照来说，等一下、哦，再一次，手机，哦，还没有吗？等一下，手键按键在这边，往上，点一下。没有哎、欸、啊，还没有 AC， 真假的？啊靠北，这是反射啊，靠腰，但没有好。啊，这应该是奈特，这应该奈特。啊，是，拜托，要右抱，听一下。哎呦，我听到右抱的声音，可以，好。我们到王二吗？我们是到王二吗？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太赚了吧！好，王二其实蛮难的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倒过一次，但我刚刚前面王二是因为卡住了。那这边要右爆，要右爆，加速，杀到人，求你了，要杀到人啊！拜托了！因为王二的光子数啊，王二的光子都在下面，所以我应该是尽量就是我的战略就是往下打。往下打应该都会有机会清到，照理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战略是可以的，可以接受的。好，传染物一个，听到一个，再一次。哇，有点尴尬哦。契丹，
这是奈特的声音。哇，奈特是不是没做到事啊？哎，我觉得应该有 QB 的。我们是不是我们要开？我们应该要开 QB 了。等一下，我确认 QB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应该有 QB 啊，打那么久啊。哎，手机上上上上上，下下下 ，QB Q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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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B， 没有 QB 吗？真的假的啊？没有 QB 啊？怎么可能？1000 hit 哎，我们打多久啊？等等等等等，啊？真的假的？没 QB？ 哦，杀到杀到，是是是。拜托暗转啊，赶快暗转啊，这边好恐怖啊！暗转没？暗转了没？还没啊！啊天哪，好恐怖！这边真的要可能要开个 SS， 有没有 SS？ 哦，怎么可能没 SS？ 啊，怎么可能？来，我手机在这边。我一个 SS 都没有，真的假的？不可能啊！哎、欸，哦哦、欸、，QB， 哦 QB， 好 QB 可以 ，QB 可以。哇，是不是没做到事啊？完蛋了！好，这边应该有 SS，QB 嘛 ，OK。再一次哦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上去，好像没死，好身上了。哦，杀到，杀到，不知道杀到谁，不知道杀到谁，拜托暗转啊！我求你啊，给我暗转啊！暗转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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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，天啊，终于暗转了！哦，太好，太好。还、啊、有没有 SS？ 应该有 SS 吧？等一下啊、哦。啊！怎么我怎么那么想要 SS？ 真的没 SS 吗？怎么可能？真的没有哎、欸，一个都没有吗？怎么可能？啊！啊！看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奈特梅亚，好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应该有杀到时钟，我听的感觉是杀到时钟。气弹，狗是不是死了？狗应该死了吧？狗应该死了。好，苏莱塔，这是苏莱塔，这是苏莱塔，赶快开，赶快开，我怕了，我怕了。能带走吗？这个是水泥吧？拜托是水泥啊，可以带走吗？哦哦，往上了。往生了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，真的假的 ？OK OK， 好，好，好，紧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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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，往生了，哈哈哈，好 ，OK OK， 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天啊，哦哦，杀到一只，杀到一只，不知道杀到谁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杀到一只，我们杀到一只。好，然后我不知道，哎靠，等一下，王三的小怪分布是，我记得右上角有一个，然后左边有一个，然后下面有一个，但我不知道我杀了哪一个，没关系，上。有杀到吗？好像没有呢。奈特应该有 SS， 哎、欸，等我想一下，奈特刚刚是在王一开嘛，然后我们打了大概八栋了吗？六七栋有了吧？好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听起来就没做到事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没做到事啊。气弹传染物。降防，雷射，我听到有吃到光子的声音
欸，完蛋欸，不太妙欸，因为我没有听到杀人的声音欸，已经连续好几回合了。好，换个思路，好，这样好。哇，怎么没有杀到人欸，有点不太妙欸。照理来说要暗转吧，算了，我们开 SS 气弹，应该有 SS， 点一下，点一下。哦，杀到哦！拜托暗转，拜托暗转，拜托暗转，拜托暗转！哦，我听到暗转声了，我听到暗转声了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暗转，暗转，暗转。好 ，OK。有没有 SS？SS， 给我 S， 给我 S， 给我 S。有没有 SS？ 给个 SS 吧。没有吗？听一下。好，有 SS。然后我记得右边有个时钟嘛，所以向张打看看。有卡到吗？有卡到点吗？来个割喉吧，割喉，割喉，最好给我，最好给我觉醒，因为再不觉醒好像快出事了。因为打得有点久啊。有没有觉醒啊？欸，有没有觉醒，哥哥？有没有觉醒？啊！哦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妖修鬼哦。好。然后上面有一个敌人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奈特表应该有 SS 吧？看一下，确认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出来一塔，靠腰。我们照来说，打出觉醒应该会是让他落在 maybe 大概有个三层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！等一下，我赢了吗？我赢了吗？我赢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假的啦？我赢了，我赢了！大家看到了吗？我打眼好好暗哦，对啊，太暗了，太暗了，眼睛好痛。打有点暗。啊，你们就知道这个水梨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个离绝这个关弹珠这个游戏哦，这个角色只要你这个关卡如果很难，对不对？你蹲得够久就会出只崩坏脚，崩坏到你看初日我把我虐到八小时都没过的东西，我现在闭眼睛打得赢，哎，这就是做球的威力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这部离绝这个苏莱塔打水梨闭眼睛打然后还过关的影片。好啦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啊，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。好，那。这个应该也不用多做什么解释吧，那个强到闭眼睛都可以过，欸，就是这么夸张。那谢谢大家，那喜欢这部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齁，那谢谢大家齁，拜拜。